其实我都能推板，这次推板无穷用现代的艺术创作家用西方时尚的观点，结合多媒体材料，在高雄亚美农客家文化中心与从时尚生活美好连展，无穷用的画风，无穷用的媒介表现，而本观众看到无穷用意象的美农。你老阿婆人可以发布位，可以做出马给。曾经担任过听视频界阿太阳站出现中间的闽南字体王飞正，而同台发布等于下个客家意象，等于去时尚美好的世界。像一个简化的，过张扬舞爪，或者是说过奢华，啊，跟呀一种过传统、过朴实的一种棉布哈，创造一种时尚的一种设计啊呢。用一台传统风情流行。还有对平湖来的创作者用水流无天然的外观来做想象，结合五色的大草，做出海水同闽南水准的两种风情。黑色这个颜色呢，它在五行当中国的传统五行当中是属于水，所以我觉得澎湖跟闽南都充满了非常丰富的水气。那我的这个符号里面隐含的有一种像花卉绽放的感觉，那我觉得一个花卉它在充满水气的环境当中成长，它是一个非常茁壮很有生机的。从不同的思考模式，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有来自海边的哦，来自台北的，来自于我们老艺术家、年轻艺术家跟青年辈的哦，来抛砖引玉，来跟我们当地来做一个产生一个对话。从多媒体创作都现代风格的发展，由高雄人客家文化中心举办的时尚生活美好联展，从今日开始到明年的1月28日为止，开放参观的民众看到传统客家文化样貌，也看到东西文化融合以后闽南艺术的创作。客家新闻。